嗨，我是马克。嗨 ，I'm Mark。上班族也会下班，究竟苦命上班族下班后会继续苦练，还是翻转人生变温拿？我说下班谁不爱？男男女女在一块，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，那成功的女人背后都没有男人。看钱看权看脸蛋，靠爹靠娘靠打扮。男人怕遇到美人计，那女人呢？哼，体重计。无论男欢或女爱，不用大惊或小怪。我们会天长地久吗？当然，跟你相处的每一分钟都像天那么长，地那么久。到底你该怎么办？去买下班谁不爱？期待你们的支持咯。